年呢，萝卜养大个呢，才来摘的。萝卜好吃甜。爷爷官儿让我们，快点，人家就应该把我菜有本来喽，用菜菜的。站紧一点，站紧一点。我这个，我一歇会儿，要得。别吐污了，吐不进。哦，这个专门被他来帮忙被他摇摇啊！再小一点嘛，还有跳少一点嘛。妈妈，你是大人。我来了。我来了。那时候爸爸你是大人喽。你歇好吧，乖姨。要得啊。跳回去，不要跳那么低，要得。跳得起。这些龙门要多跑两趟。对了，原来在家。你的第二个房子长哎。再见，那好做萝卜干儿，还会煮着干。再见就好到处用了。原来是萝卜小秧儿，用来炖粉炒一些很好吃。这个英语炒的不苦。狼来的那个小朋友啊，因为晚上他讲故事，我就给他讲故事了。他说狼来了，狼来了，然后他就学他了。你看，大黑狼来了。你学的强啊！哇，从前有一个小提灯姐。走。偷点钱了，这些老爷爷给。差不多回来去。我想哦，那我们做颜色成交给噻。这就要暴露这，微观的成交就是说，对，好的。今晚上带你兄弟去酒吧呀？必须安排。等我把所有电筒都充起电。这还不讲我拿这个多好？要的。我今天今晚就快，今天今晚就快。